伯伯，伯伯你吼咋了？声儿不哈？声儿不哈？放手，放手。那天九月几嘛，重阳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就想带着他去玩一下。这个项目呢就在我家附近嘛。他第一次玩呀，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妈你又我滑翔伞，我说你这次玩没赶上再玩，再玩的话我明天带你去玩一下。他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了。他那个到滑翔伞上面，上来之后就跟我说好玩，这个好玩。他说他很高兴，他说比坐飞机的要好玩，坐飞机不好玩。他说看不到外面，很好玩。他说他下次还要去玩。旅游嘛，到处都去了。他说我哥都带他到北京啊、上海啊。都是玩，都是去玩，玩过。去年还去个那个什么内蒙古啊。大娘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